联盟。我上，勾，勾就勾了了。喂，这边一换一，哎，进没闪，打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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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打进进没闪呐，进，漂亮。我死就死了，没关系，打进进也死了。这块二换四可以接受啊、哦。希望他们能送，这不叫送，这银马已经无敌了。哎呀，全军出击，虚弱为因呢、哦？你不带个盾，你是？嗯，此地不宜久留。银马出了个燃烧宝石。出到码了，这不对，三个人头900块钱，一个皮鞋，一个布甲，一个短剑，不行，900块钱确实差点哈。一血是他拿的，不过一血是婉豪拿的，但是银马应该出鞋，一个鞋加个红宝石都可以的，其实。我们随便跟他耗血。因为他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两瓶血瓶，他一瓶血瓶，他是远程，我是近战，我怎么跟他耗血他都亏，我就 E 过去，我就 E 他一下，他打我4下他都亏。当然这肯定是不行的，咱不能让他白打。真垃圾呀、啊！真拉呀，这维恩，你这怎么整？往这儿走，往这儿走来，驾！死的太快了，维恩。谢谢。我差点钱出药光，哎，那我不差钱，我能要你那玩意儿了吗？小心眼的样儿吧，真是。心眼多小，你说这人格局太小了。你说我不差那钱，我能要吗？你说是我能要吗？我要他那一个炮车，我能干嘛？真是脾气还大。我抢人炮车，我这个炮车我能回去出耀光，他能回去干嘛？是不是？他能干嘛？你让我把耀光除了，要不我这回家还得等。我觉得打维恩啊，我们可以组队，毕竟这英雄啊。他不是很容易近身儿，你知道吗？张人家兵，你还有理了？哎呀，我没理行不行？我给我这一个嘴巴子，我塞他一把还不行吗？真是，但确实差钱呢，正好差一个兵的钱。咱也不是小心眼的人儿，不行，我让他吃我俩兵，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让吃我一个车，主要还是太格局太小了，小心眼，心眼太小，小了呀，这格局呀。那银马3-0开局变成3-21了，哎呀我天，这野龙打的呀，打把维恩
PA 等铁滑不得平 A 平 A 吃个药来注意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吃冰啊干啥呢你在那晃啥呢你到底是回家呀还是吃冰啊还是到底想干嘛也不说也不说也不说要干嘛真是你要回家你就回家呗你要吃冰你就吃冰你站着啥也不干你在那晃晃晃晃晃晃晃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在等技能你在等什么我在等技能你在等什么今天咋没来呢没看见飞机儿啊飞机儿呢这波兵不收不收了回家补状态你可别让我逆着啊我跟你说你看又在那晃也不是晃啥你说你有什么好晃的呢我就没明白了嗯、啊，你说你有什么好晃你老晃什么原来你有闪现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中单蛤子能干嘛呀还是全 AD 的赌的此地不宜久留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等他晃又开始晃我晃什么玩意儿行了你等你这兵都别吃等他到线上那些兵全被塔砸死了我们正好打个蓝啊我学了一个二级一技能冷却快一点不行还是得组扣扣技能延长我们施法距离又开始晃啊、嗯、又开始晃也不知道晃啥没事等他晃啊等他保持不了一个安全距离先把他螳螂拽出来然后我们进兵堆先把围人给一了不知道这螳螂有没有技能啊那围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非得回来一下子我其实这波有点贪心了啊有点小贪了因为这螳螂很有可能没走看什么不上
他两边人全回家了。不让我好，你也别想好。你要非得跳，我就干你一套。下边把维恩杀了，我们可以直接把塔全推没，正好十二分钟，蛮好的。跑得好快呀、啊，追不上，转圈都追不上，转圈还加移动速度都没追上。正好把他杀了，杀完以后我们把塔拔了。你看他要吃兵，这都无所谓的，对吧？你要想吃，咱就给你吃，这都没有关系。一线塔你要想要，我就分你一半。啊，这都没有问题，小心眼儿，这也真的纯是小心眼儿，心眼儿太小。你一口来报恩来了，来报恩来了。假装大度生闷气，谁生闷气了？我吃他一个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出耀光，出耀光为了什么？为了赢。你干啥呢？打了吧！哎，真的，这蛤蟆还挺厉害，差点没打过。这波别用隐身啊，有可能螳螂会来。回上路收兵。这蛤子怎么那么幼？可血战斧加布甲鞋，把这维恩给他逼退。这维恩这么多血，我说实话，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不加了。我也来个布甲鞋。下路也推了，中路也推了，上路也推了，回上路收兵吧。他其实杀的人不少，他杀四个呢，我们才杀五个，他杀四个。我才杀四回，这我还都是杀的这维恩，这维恩也不值钱。他装备比跟我们差不多，所以你看上去这个蛤子会比较的肉，我们差点没干过的，这比较正常，因为他装备跟我们一样。真慢，
390一送，这干什么玩意儿？哎呦，这人真多呀！再把这螳螂给我杀了，漂亮，可以追，先打维恩了，先一个钩把他收了，再打蛤子，一的，这是不是要 R 闪？不追了，真肉啊这蛤子！真肉啊！我下边也来把蛤子，打不动。主打吧，六的，有可能。又蛤，回家吧，这还打啥呀？哎，你们就没有一个人给他挡一下子吗？看来走不了了，这必须得走了啊！再不走就全死了。我得过来帮一下这 ADC， 右边应该有螳螂，不是 KE， 我不救他，他死了。这会儿本身我都想走的，我其实我都不想打了，他们硬给我留下了，我没办法呀。我是真没办法。我都不想打，我都不想要这人头，你看我想要了吗？我这直接我就走，完了我一看这 ADC 不行啊，这 ADC 650块钱的赏金，我能让他白死吗？那肯定是不行。肉吧，确实肉啊！啊，这蛤子确实肉啊！全得死！还做我队友真恶心 ，K 头 K 兵，咱本身咱是开玩笑，那你要非得恶语相向，那就没劲了，知道吧？那就没意思了，那我就只能把你拿下，小伙子。压了，我先打个石头营啊！下路这也没人守啊！哎，对面进哪去了？没了人啊！我就发现这人怎么没了呢？
你妈的什么装备了？蟹手了，他好像真的是主盾的。这银马吧，我还不好意思不救他，你知道吗？本身这一波救西斯就不应该上，来踹。回家了。完了，我要不上一波吧，还整得我里外不是人。银马觉得我也不是人，你们也得觉得我不是人，做人难。坠机了，谁的飞机？谢谢佳敏的一个飞机，谢谢佳敏的一个飞机啊！做一个谨慎的人呢，难。浪费我一个大招。高地回来了，没事。把大龙打了。此地不宜久留。爬着。驾！被踹飞了。打上路吧，你上路。头里有炫彩了吗？有啊，这炫彩，白色的，白色的炫彩。先把这文音杀了，再杀个螳螂，扫一下，耗个点盐。那蛤子也不往上拽，他也没大，打吧。我就猜了啊，哎，来波一闪啊，